很不够人会帅，谁可以呢？看吸不到他分数，我要他，我们不够看他要不要上。我们不够。我先遮一下镜头，哎 ，sorry， 我蛮丑的。太夸张，真的烦。赶快，赶快穿衣服。我有欧巴嘿，好，可以穿衣服。赶快穿衣服，你蛮帅。哎，我还是蛮丑的，不行，我觉得我好丑。好看的，是好看的。对你很丑。哎、欸，这里你们三个都这么好看，我觉得我真的蛮丑的。哪有？哪有？好，反正 anyway， 反正 anyway， 谁在家里是好看的？说的多了。上了 KK 进来要破1300了吗？我进来应该不会破。会。最好是。看一下。Oh my god！ 是小孩，是那个涨粉涨最多的。哦，哎，哎，你真的很夸张哎！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比你还厉害。真的，他从哎6000吗？12000了，小孩12000了。你看小孩现在是在暗爽中哦，他现在其实戴着帽子，但他心里是oh yes oh yes 的这种概念。好了，不藏了。现在小孩那个婚礼的 always 是这样。没有啦，谢谢大家。对，还是要谢谢大家了。现在就是看看还有谁会上来，我们就邀谁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有啊，有新的人上来啦。我很素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是真实素颜。点餐快快，很好看呢、啊。我现在这边有一个谁？喂、欸，没有一个，是有40几。有四十几个。我香肠。我还没，你们还没吃晚餐哦。哦，我也要吃。对啊，我也还没吃哎，晚一点才。我们等一下要叫外送。哎、欸，贡丸，我觉得你头发该剪的好厚、哦。头发超厚的，你看。头发超其他人就还好，你看，他们现在在认真的点餐。他们在点餐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们叫外手机啊，不公平！喂，手机呢？你好可怜。我跟你说，最悲的是火锅吗？我电脑在昨天的时候在吃生蚝，给我坏掉了，我完全没有办法玩，我头快痛死。我现在那就是叫你不要玩电脑，隔离就出事了。他叫我不像打不像李炳玉一直在玩，一直在打LOL。来个奶油还是炖饭好？混打LOL。我都疯狂、嗯，你要加套餐，会屁手，受不了了。但是后来，来干嘛？好套餐，泰森在干嘛？嗯，你要什么套？泰森在干嘛？嗯，79的那个。你要什么？嗯，绿茶，然后、欸、那个点菜，一块薯条一斤。嗯，薯条。嗨，好啦，嗨嗨，可不可以尊重？小孩身高。嗯。哎、欸，蔡成佑来了，我下线给蔡成佑上来。真的吗？我下线给蔡成佑上来。蔡成佑，哎、欸，蔡成佑，蔡成佑，好啊，来，我先下班。我好久没看到你了，拜拜。虽然说我很常在讯息闲聊，不要上来，对蔡成佑，不行，明明不是感冒，明明是蔡成佑，嗯，我被拒绝了啦。冷静，冷静，明明现在是很咳嗽。我刚才在过年啦，还有我这样会看不到看不到留言，好不好？不要赢，不上来，大家都再按爱心，再按爱心，蔡成佑就不上来了。太用心，我们来了，你们不要按爱心，蔡成佑就会上来了。下一个粉丝准备好，各位弟兄们，军火掩护好不好？我们讲话的，我先不讲话了，这样。Hello， 我随便点。你在讲什么？鸡米花、鸡块、薯条。我点了薯条。我点了谁？我不知道，乱点。直播恐惧症。我要看看直播看到几点？可以啊，看一下。为什么？那是谁？你想刚刚那个是谁？哪一个？为什么我妈跟我爸都在看我直播？我点了，他们可爱。有人要上来吗？我有点接受了耶，是没有。有啊。怎么样了？
请问，不可能，瑜伽没有人理我。我现在按接受了，有人上来吗？拜托了，不要不理丙玉，不要不理瑜伽啦，不要不理丙玉。有了 ，Hello， 你在哪里啊？哦，Hello， 你好，是宕机吗？好了，不要再按，好卡，不要，超卡，在，到底是花茉莉啊？怎么办？那我要先把它移除喽。等一下，人在外面。等一下再上来哦，因为现在真的是很卡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。大家都一直按爱心，我也快受不了了。泰山人在外面是不是？他可能在慢跑，太健康了吧？我今天才去跑步哎、欸。我今天才去跑步跟人。现在邀了几个人上来，就是看手速，拼手速，看谁比较快。有在家里做体验，他很认真，他很棒。这个，这个人不是哦，陈俊廷，不要按爱心哦，陈俊廷。你干嘛啦？就抓到了，陈俊廷，你干嘛啦？太抠地，就抓到了。这个是谁 ？Hello， 他一定是，Hello， 你叫什么？